来，尽快就坐哈。上课已经过了1分钟哈，请大家赶快尽快就坐。上高级班是要做什么？公务员，对不对？啊，你们如果上课的样子都这样子的话，你认为台湾人会当有奉行高学历吗？对吧？会惊嘛吼？所以。自己嘛开始就开始自我要求，好不好？哦，上课认真啊，手机关静音。哦，上课不要讲话，交谈可以到后面，随时欢迎您去。啊，累了自己趴下来休息。啊，这是今日上。来，我过去哈，在美国读册，在美国念书的时候哈，我是学艺术系的，啊，艺术系的话，您怎样认为画什么？人体素描对吧？人体素描是创啥？请尽快就坐。我不能被打岔，我打岔的话，我没办法再讲下去哈。如果再来，如果上课的时候门就关起来了，好不好？小蔡，我要不然就请他到后面坐。哦，我这样没办法上课。我刚才讲哪里？人体素描课，人体素描课是做什么？衣服要脱光光给你画，对不对？大家最有兴趣就是说，衫都还脱掉，脱光光而已。所以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念艺术系，感觉我一个啦。啊，剩的拢是读啥？读理工科的。啊。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嘿，同学就走来跟我问讲，听讲你念艺术系呀？我讲是啊，啊，听讲你有在画人体素描课呀？我讲是啊，啊，是啥物代志？无啦无啦，啊，你是礼拜几上课？我讲啊，你问这位同学，无啦无啦无啦，啊，他就走掉了。啊，我也是跟他讲说礼拜几上课，几点到几点。啊，我是礼拜三下午上人体素描课哈，啊，从中午吃完饭开始画到晚上天黑。啊。我们那个老师其实很小心的，画人体素描课的时候，哎，他们顶管弄个大报纸，惊讲去用人惊给一个看到，不好意思嘛，吼，啊，他都贴海报啊，贴报纸。啊，一讲我就开始上课，上课了，我坐位吼，多多伫模特甲一排迄入口的门的中间，啊，我伫遮啊，模特伫中啊门啊，所以我可以看得到入口的迄门，啊，就开始画哦。画差不多过差不多半点钟了吼，熊熊看迄纸甲去用掀起来了，哎，掀者，啊不外久就搁砍落去，啊搁换一个人过来，我掀者，马上就搁砍落去。你知道为什么吗？我想讲啊，这一定台湾来一定啦，哎，练理工的要来偷看，啊，先在看起来看较久，然后安尼马上就砍起来，因为迄天阮的模特吼是一个美式的足球员，200公分。200多公斤，雄壮威武，看见把鸡巴的冻尾条给看起来。错误的期待哦，失望就大，对不对？去惊到嘛。啊，咱过去台湾人不断的期待啊，不断的去选举，失望也不断的大，对不？我一届过一届拢来想讲，哦，这好看诶，哇，这一定会表现呢。啊，算出来结果拢唔像对吧？对不？尽管到的人尽快就坐好吗？谢谢。我讲到这哈，因为我是一个画画老师，哦，啊，个第一张来，第一张，夏天到了哈，啊，这样，奇怪，啊，这是啥物件？你敢看到往来？啊，这倒不看到，这啥？啊，都海立马不看到，天空也有云啊，那敢看到往来？你无感觉真奇怪？
你敢看到往来呢？不，目标比较大，天空的部分比较大，这个桌子也比较大。照比例来讲，看它近嘛，别近个。你有讲一啊、害啊、哦的魂啊，弄也在讲嘛，对吧？我紧，重点不在那边。我有一堂课叫做跳跃性思考，跳来跳去啊。我给你一个物件啊，你按照物件给围来啊，围了个根据画下来的东西，你给我盖一盖。所以我有一堂课，下一章。哦，我很喜欢教小孩子画画啊，这是学龄前的小孩子，学龄前的小孩还没有进小学、幼稚园的时候画的啊。都叫做黑掉翁来会看，看了你来围翁来，你就用跳跃性思考去围翁来。好啦，我给大家五秒钟的时间，一二三四五 ，OK， 到了。请问这里面有几粒翁来？感觉有干那一粒的，请举手。哦，好，请放下。感觉有两粒的，请举手。哦 ，OK。啊，看到有三粒的，请举手。啊，四粒的有无？啊，四粒、五粒加五粒以上的有无？哦，完了，好，请放下。好了，我们一个一个来对哈。我指一个凤梨哈，应该无叮当，大家都认为这粒是翁来嘛，对吧？有没有其他意见的？没有啊，这一颗嘛，哈，这维修。可是因为它是学龄前，安内圣州北拜了，画的不错了，哈，画的不错啊。第二颗凤梨在哪里？上面这，麦克风接了啦。哦，跳跃性思考嘛，啊，想要跳，那变哎自己讲，星空自己讲，太阳啊，想到翁来变太阳，安那看，翁来安那看会变太阳，来讲想一下，大家有。不是黄色，跟颜色无关，跟造型无关呢。啊，太阳也不是黄色啊，太阳那是黄色，月亮黄色差不多。太阳的根子所有颜色都有啊，刺刺哦啊，那怎么看出刺刺？怎么看？侧面不会啊，侧面是在上面长长啊。太阳是四面八方那种长长的、啊。不是啊，那叉叉也是。那为什么在太阳的旁边？为什么？为什么是安尼一支一支撑的好看？哎，谁讲？谁讲的？谁由上往下？对啊，从上往下看，你就换个角度嘛。凤梨从上往下看，哎，长长的照出来，对吧？都变翁来，对吧？好，那下一个呢？下一个画哪一个？哎，那个后来我跟他求证是不是啊？哦，来下一个。哎，纪良好，纪良好。啊，为啊啊，他是根据这个，根据这个，这个根据这个啊，这个怎么变成这个？凤梨 啊，不能切，不能切，几粒翁来，赶快啦吼！从上面往下看，只是吼，迄长长迄较细个啦，机会中去啊，对不？啊，翁来啊是，啊这变做啥物件？时针，啊你也知道这是时针？啊？有阿拉伯数字，啊阿拉伯是加一到多少？干二十五，二十七，啊一天二十七小时呀。学龄前不要紧啊，但是哈，这很重要的问题。一天为什么一定要24个小时？为什么不是30个小时？10个小时干刷比赛，像规定都24小时啊。一小时为什么一定60分钟？你有给想给我啊？一分钟为什么一定60秒？为什么不是100秒？靠省啊，嘿，都要挑战啊。所以我们不要习以为常，讲啊都安尼讲啊，老师都安尼教啊，有就理所当然嘛，过去拢安尼嘛。啊，时间当时开始。人类从什么时候开始算时间？啊，时间之前没有时间吗？啊，时间往哪里走？啊，对不对？哦，这个很多的问题我们都可以重新再问的哈、哦。先不管啊，这个画完时钟以后，下一个他画什么？奥吉利亚不一样，都一样。我跟你讲，还是这一颗啦，但他做了一个小动作了，他觉得看起来像个披萨，蛮好吃的。他放了一个叉子在这边，有没有看？哎，也蛮像披萨的吧？像不像？不触鼻哈，所以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对吧？来下一个，好，记得一下，再对去。我讲，记住这个小朋友搞偷一支球了，尺球，你讲被拟为球啊？我哎，请问你，凤梨内底刚有讲有一条绳还是线？底个都要用球去画，有无？无嘛吼，没有嘛，是吧？有没有？无吼。但是我是老师，很特别，我很特别的老师。你别讲好工具给你。爱就提球来啊，开始围的围接了在。啊，想到围这
这个怎么变成这个？现在问题在这里，不是说凤梨变这个，是凤梨变这个，这个变这个，这个变这个，啊，你就要根据这个去想这个，对不对？啊，想让它变。我来讲哈，都假这凤梨不是顶管看嘛？啊，它如果滚动的话怎么样？是不是就一二三就跑出来了？这边一二三四，一片一片叶子又在中间，对不对？啊，跳哈！啊，我这供出来了，其他老师说，哎，徐老师，你想太多了啦！你把大人的想法套在小孩子身上，啊，你敢丢？我说我没有想太多，怎么证明我没有想太多？你看这是什么？丁管微笑，熊丁管。哎，小蔡，你是不是跑过去了？他们看不出来那是什么，稍微低一点点，可不可以让那个图案稍微低一点点，让他们看到？说一下他，啊，看到，啊，掐，啊，掐也该讲，啊，车子的下面是什么？不是凤梨啦，车子的下面是什么？不，车子当然有轮子，车子下面轮子跟车子在一起的嘛，车子的下面是什么？不是地棒啦，你哪让我站在地棒？哦，哎，小青嘛啦，黑的是人家大人的思想套在小孩身上。车子走过有轨迹嘛 ，track， 轨迹啦。恁那嫁给了，啊那往来呢？那恁那的话，今天哪其他恁那嫁给几黑的造出来，对不？所以从三度空间，二度化成三度，加上时间变成四度，拉成一度线性，有厉害不？哦，他在不同的向度来，跳来跳去，自由挥洒，天才。我怎样真正天才？啊，后来是不是天才？果然是啊！后来他师大数学系啊，来个出国深造，今麦当博士后研究，高等的数学的研究，那是十几年前的代志啊！啊，迄阵有我看到这块图，迄阵我叫人跟北部讲，紧送出去啦，卖伫老台湾，紧送出去。结果伊北部还是让他正常上小学。结果呢，小学一年级回来了，我叫伊回往来，变作讲，啊，就真的像一颗凤梨了。真的啊，就像一个凤梨啊！我请问你，你那小学生敢去这个作业搞老师也安怎？叫骂，叫爬，那是过去，今麦未使爬，但是也叫伊去爬架。嚯、哦，你个我叫你回往来，你个老师开玩笑是不是？到那边站，可能会给个60分呐、啊，但是会羞辱你一下再让你走。所以让你天才告爷丘倒闭啊，蠢才还是来作乱的，都要被修理的。天才，但你那天才。搞的你手头变蠢材，变作歹囝，来送出去保卫下去，安尼敢对？你伫糟蹋咱的台湾人的你哪咧？你即款教法教落去，即款天才都无去咧。他后来为什么上师大，不是上台大数学系？其他科不好啊，他国文不好啊。你家己考国文啊，啊你台大都要每一科都100分在我都入去啊，所以去考师大啊。但是出国以后变天才啊，因为数学实在太强啊，他就是数学厉害而已啊。所以安怎？咱这些东西帮助我们，还是糟蹋我们的？我跟你讲，你都要去想哦。咱台湾人拢欠栽培哦。过去你若不是在他的系统里面，你就感觉你不行的嘛，对不对？他有一套标准，这些标准打下来的话，不适合他的标准都是坏学生嘛。不要读这种坏学生嘛，数学不好都是坏学生的，那我有关代志？你叫大象、长颈鹿、猴子都一样比跳高跳远的嘛？比赛跑，那你敢丢？你听我的意思啊？百兽各种特色拢有，啊！你叫伊做几行代，几公100公尺跑多少秒以内才叫做野兽？村内都不是野兽，到底干代志？哦，咱过去台湾人去用糟蹋了，唔知吼、哦。一套标准下去都欠栽培啊！天才在他手中变成庸才啊！不仅庸才，还是来作乱的、啊，对不？所以很糟糕哦。来下一张，这你有没有看过？大概你们都没看过啦，你下面躲了，唔爱看嘅。有看过举手，我就给你佩服一下。这是我上课的时候样子。我跟你讲哈，我那时候在美国东岸一个所学校念书，啊，我是念的是艺术研究所。啊，我在念书的时候，学期末了的时候，我们把作品拿出来摆在前面。啊，教授艺评家从世界各地选来，那些是一个常春藤学校还不错。啊，他就请很有名的艺评家来批评。那你就要解释说你为什么画这些画。替你的作品辩护，哦 ，defense 啊，辩护啊，随时教授在站起来讲啊，你想到那位，你想到那位，
啊，结果内底有一个日本教授就站起来讲：“你唔捌去过澳洲哈？”我讲：“诶，我在讲我的作品，干我有没有去欧洲什么事啊？”哦，他讲你唔捌去过澳洲哈、啊？奇怪，你看我的话就知道我没有去过。我说：“是的，我唔捌去过澳洲。迄阵台湾直接到美国去读册啊，唔捌去澳洲啊。”但是在那个学校里面没有去欧洲有点丢脸了，因为大部分长春人，大家小孩子都一定去过欧洲才会来念艺术系啊。啊，我唔捌去嘅，所以我回去就打电话跟我妈妈讲，会惊伊哦，叫伊日本教授闹鬼咧，讲我唔捌去过澳洲咧。啊，老婆讲好啊，不你回来，这个暑假把你送到欧洲去，所以那个暑假就去欧洲。哦，现在问题你待会可以问我啊，为什么那个教授看到我的话可以知道我没有去过欧洲？话多呢啊，所以那个暑假我去欧洲，下一张。我那时候在选团呐、啊，我就是欧洲人，台湾经济袂歹，要新经济欧洲团嘛吼，啊集团嘛十几万嘛吼，啊去欧洲团，诶大部分是采购团个侪啦吼，啊所以我不想跟采购团，我想讲经济特殊的团体，结果想着有一个团，佫都是台南遐退休国小老师组的一个团，啊我第一团，我想啊这种高级知识分子，不是师大毕业的师专毕业啦，啊佫教侪佫教几世人，啊即马退休啊应该是就有学问的啊，我跟做些去佚佗应该袂歹啦吼。啊，阮头一阵就到遮来，对呀、啊。刚才那种啊，像哦，你拢去过来啊？哦，梵蒂冈会倒呀？是啊，啊，这间建筑一下 ，Saint Peter's 啊，圣彼得大教堂哦。啊，圣彼得大教堂是16到17世纪盖的，120年才盖好的哦，120年才起好诶。迄阵没有钢骨结构，迄规建筑拢用石头去贴起来哦。哦，迄内底我甲你讲哦。人遐落对不？走甲远就变啊一点对不？啊，你看伊个雕塑外观，要三层楼哎！凊彩一个雕塑要三层楼，啊，你看看顶馆这12个门徒，一贴落就直接遐管多，一个雕塑哦，三层楼遐管呢？哦，啊，你有这规模有偌大？好，啊，咱看内底，来下一张。哦，这更加清楚，你看得更清楚对不？人这么高哈、哦，我看不止三层楼了哈。哦哦，赶紧下一张。哦，从上面往下看，很漂亮，对吧？哦，整个意大利罗马的那个背景啊，梵蒂冈是在罗马里面，它是天主教的一个指挥中心。哦，所有的天主教听他指挥。哦，基督教宣传就是说到罗马那边建立一个教会。哦，来下一张。啊，这内装。哦，哦，迄阵的人吼，古早人哦，迄地板你看大理石的，铺得足平。哎，你讲四五几啊百年前的人。作为施工的那地板就铺这么平，那台北市看他铺的铺不平哦，那个马路都铺不平。你看，哦啊，这里 shrine 一个神龛呐、啊，神龛内底放这雕塑，很漂亮。啊，上面金碧辉煌，你看，啊，一直没有点绘嘛，啊，所以很多画梁雕洞，啊，都用自然光跑进来的。下一张，哦，注意不？很漂亮哈、哦。我、哦、看下去，啊，你们看到这种画有什么感受？干嘛很什么？很庄严，啊，很伟大，对不？啊，你会发出什么声音？赞叹的啊，够好看哈！啊，各位拍手啊！我伫赞叹，我赶紧赶快啦！嘿，正常的反应是应该呢。我说哇，啊，结果边啊来一句话，你看，嘿，老师突然从后面冒出一句话，啊，这也无声，甲台湾比我赶快较大声呢。哦，我听见个鬼人讲起啊！我想啊嗨啊，看到这款物件，你的反应是安尼嗨啊！啊，这款老师是教咱小孩子。看到高级的艺术品的时候，你居然这款讲的话出的出口，那嘴讲的出来，爱是别人照顾咱的囡啊，这是会怎么对待我们的小孩子？他们都是一样嘛，糟蹋的语言就出来了嘛。这种会回到都讲进行讲的嘛。啊，你讲囡啊糟蹋，小孩就自己会什么看扁自己嘛，会自卑嘛。啊，所以就形成今麦台湾人嘛，瞧不起自己嘛，啊，做让人家瞧不起的事情，愈做愈贼嘛。因为你没受到尊重嘛，啊，日本人都有自己会尊重自己啊，越强的国家人越尊重自己，对吧？啊，不会做那种让人家瞧不起的事嘛。下一张，哦，看到这個，我就想啊，这些海啊，啊，哎，再回到上一张好了，来，我把那个先讲完。这群老师哈、哦，教育制度有问题是一回事哈、哦，但是掌控教育的系统也是老师。啊，这个老师到底发生什么问题？我就会想，因为我也是老师啊，赶快培训老师啊！今天哪呢？因为做这个动作叫做糟蹋这个动作。什么叫糟蹋？
本来是伫即个位阶物件，甲你囥喺足低所在，迄个糟蹋嘛，不应该在那个位置嘛。比如说花是很漂亮，啊，你就插在牛粪上，迄个你糟蹋嘛，对吧？啊，你塞一台吉瓜的跑车啊，千多加一槟榔，哎，糟蹋那辆跑车嘛，对吧？哦，啊，红酒贵啊，十万，咕噜咕噜个灌料，迄个去糟蹋嘛，对吧？哦，啊，你吃熟成肉，一克3000块牛肉会不会吃啊？啊，这个像不要加。糟蹋了3000块嘛，对吧？还给他糟蹋。现在讲到糟蹋这件事情哦，你要想到这些老师为什么看到这样的话，果然没有错。我想讲，接下来啊，结果我们隔几天我们到了奥赛 museum， 奥赛美术馆。啊，我进了美术馆的时候，我当然就是看画啦。啊，这群老师突然间都没去啊，啊是糟蹋的话嘛，那不管了，我就继续看。两个小时以后，我到楼下那个 coffee shop， 有书店来什么地方，我就坐下啊。一顶老师直接讲说：“哎，徐老师，来来来来。”我什么代志？啊，你还沉下久啊？我来沉下久，我看图啊。哎呀，功夫要创啥？啊，坐只林家币啊，找林记，毋是就较好。啊，我讲我图呢？啊，迄册店都有啊，你甲买来，顶管佮我解释。我想讲，哦，你一年刚走到澳洲开十几万，啊，结果你买册店啊，林家币，好贵的一个下午茶哦。干毋是？是不是很贵的下午茶？即阵老师只能看复制品，真的东西他没办法欣赏。咱即摆已经去。垃圾的东西嘎嘎复制假的东西看习惯了，看到真的不能看了，对吧？我们已经看假的嘛，那过去都听假的书嘛，啊，现在跟你讲真的历史的时候，你回去了，你没办法接受，你没有那个 capacity 去接受真实的东西，就像那些宅男们嘛，对不对？你说网络上是不是喜欢看网络美女自拍，有没有很美？可是真实的女生你看不下去呢，哎呦，哦，会拍卡上，会流鼻水的，上厕所会臭嘞，会老的嘞，这样的美，这样会变化的女生的美你看不到嘞，所以他们就有问题去接受真实的世界嘛，因为它是网络上虚拟的环境嘛，啊，你在虚拟的世界过久了，你到真实世界会吓一跳的嘛，就像跟宅男见到光一样嘛，惊到嘛，那没办法接受啊，台湾人嘛是安尼。过去有国民党一头骗家拢戆戆戆，啊！即马看到真诶物件，啊！是安怎？这是什么状况？搞不清楚了，对吧？就是安尼啊！啊！我今日讲艺术，过去咱嘛，这来对上过艺术史课诶人，请一下去，我就不相信一个都没有吧？应该是一个都没有嘛？哪有那么有水准啊？哦，金耀武，谢谢谢谢，啊，Simon， OK OK OK， 好，那我要小心讲了啊，来，马进，我来讲。再下去，那这群老师我在想啊，那怎么帮？我后来发觉有几个主要的问题哈，一个就是他没有 capacity， 他没有这个能耐。capacity 讲，比如说哈，陶晶贵啊，好几十道菜，可是你的胃列胃啊，感到他那些多还怎么样的，加倍多一点吧？那怎么全部吃下去 ？increase your capacity 嘛，增加你的能耐嘛，才吃得下去嘛。啊，怎么增加你的能耐？你需要增加 language。我举个例子哦，我会中文、法文、意大利话、日文哦，北京语，啊，然后那个台湾话，安尼我的世界都比你只懂北京话人世界较大嘛，没错吧？没错哈，你这个可以接受哈，因为不同语言它涵盖的资讯范围不一样，所以我增加一种语言，我怎样的物件较济，不一定好歹哈。比如说我伫台语内底讲，乌扁扁、青顺顺。红叽叽，黄啾啾，啊！你要怎么翻成英文？翻不过去嘛。啊，英文来现讲 postmodernism， 啊，你怎么翻成中文？后现代主义，下面一组波浪灾啊，对吧？哦，语言来换来换去，例如一个语言里面有不同意思嘛。哦，啊，几句讲哈斯卡西要翻成中文讲啊，困窘，不好意思，不光是这样子嘛，很复杂嘛，对吧？哈，好，下一章，再下一章。哦，我今麦在讲这哈。让贵体哈，我这今天不讲太多，因为台湾史哈，你们没有来上过的哦，没有上我台湾史举手，好，请放下，有上过请举手。照理说哈，你们应该先上那个初级班，再来上高级班，才接得下去哦。因为这个很多 based on something 哈，这几个系统啊，这几个系统，从旧的到新的系统里面，请问哦，啊，比如说这里面都是一二三四。啊，这里面都 A B C D， 阿咩喏？这讲几个简单嘞？你敢要讲台语，你去美国的海关，要自己要去
啊、海关问你用英语来问，伊敢会用台语来问？没嘛，那是后来 才增加这些人帮忙翻译。但是一开始你去啊，刚去啊，我十几年前去美国，不，二三十年前去美国迄阵，谁会晓讲你的话？无人会讲你的话嘛？迄阵你就安怎用他的语言嘛？所以你的系统里面的任何东西到这个系统里面没有用嘛？知道吗？啊，怎么有用？你要透过什么才知道？翻译嘛。什么样翻译？你需要一本字典嘛？字典跟你讲，这里面红色叫做 red 哦，就对照表，对吧？你有字典去对照这个，才能从这个世界的东西转到这边世界去理解它嘛。但是呢，字典非常有限，除了字典以外的字，不涵盖的字你都不知道嘛。哦，有很多没有办法翻译的代系嘛，它不光是字而已嘛，它语言、文化、宗教这东西不知道嘛。所以这顶老师在这些系统里面来到梵蒂冈这个地方，天主教的语汇来对看不啊，刚去啊，这是什么东西啊？所以他就想办法用他所知道的语汇来形容他嘛。啊，你如果用错语汇的时候，到我们第二的是一种呢，就想找他嘛，对不对？他的位阶没那么低嘛，他讨论的事情没有像你想那么简单嘛。所以你就试图要用自己知道的事情，除非怎么样，他开始接受对方的什么元素嘛。所以另外任何一个系统里面，包括两个主要的东西，叫做元素跟什么游戏规则 rules。哦、元素 elements 加上游戏规则，这里面也是啊。过去台湾本来是系统，什么系统？咱是较早是部落形式的地方嘛。后来像日本帝国来嘛，短时间57年来，对个台湾从一个很落后清朝在统治的落后的地方，突然丢个帝国，短时间里面让你有水电、有铁道、有各种设施。一个要上过我的台湾史的课就清楚了哈。一个帝国程度啊，结果呢？二战的时候被美国打败，啊，美国打败的时候做一件事情是什么？他要让你这个帝国不发生作用啊！本来你这日本帝国的系统就强的嘛，该会挑战嘛，所以美国就想要摧毁你的系统嘛。所以他怎么摧毁？一个流亡政府的系统进来嘛，啊，流亡政府本来都已经烂干，因为中国遐都已经拍战败的系统啊。已经证明是很落后的系统，又招来台湾，去把你帝国的系统套上去嘛。系统要进来的时候，改变你的语言嘛，改变你的史观嘛，改变你所有的东西呢，就套就是把他的系统进来啊。你讲真简单讲啊，北京以前咱的北部也要讲呢，以前讲自己跟台湾为念嘛，啊，你突然给我换了语言啊，我过去的学历都不算了呢，那就是把你毁掉啊。啊，你较早系统就完全不发生作用。瘫痪了嘛？啊，钱改你铁造嘛？啊，土地改革来偷的铁造嘛？啊，国籍改你换掉嘛？所有东西都在改变你的系统，改你摧毁。啊，今嘛曾几何时，中国的系统又起来，美国被利用，这日本的系统过来拍到东西，所以又给你怎么样恢复嘛？咱今嘛又恢复起来这个系统，又回到以前嘛？啊，但是咱过去的这个被摧毁的系统来对台湾人要安怎，搞不清楚状况的很多哦。对不对？跨步的人真多嘛，啊，过去还用过去国民党给你改迄假系统，继续看待这个法理。哦，这是权力斗争啊，啊，这个算计啊，啊，人坐在赢啊，就是国民党一道系统啊。他用媒体啊、教育啊、军事压力啊、规套，所以这个系统敢在台湾哪底有用？啊，离开台湾都没有用。你国籍在来得去啊？啊，走去外口去用拿走，啊，就乖乖收起来。这就表示这个系统只能在这个岛里面玩了、啊、出不了进不了国际嘛。啊，咱现在是国际的法律了，那是另外一个系统啊。那个美国说你不可以这样跟我找他呢。哦，你只要回复你亲自占领，你按照规矩来占领我，不可以这样糟蹋我们系统。啊，台湾人才有这机会套八起来。哦，我先今天不讲那么多，叫 paradigm shift， 以后再讲更多细节，下一章。好啦，刚才讲到 capacity， 语言齁，我跟你讲 ,this is a book， 刚才要讲吉古力算不算会讲英文？不会啦，麦克潘，对吧？你只会讲这几个字，那你像会讲英文。啊，我会讲日语，阿里嘎多，这怎么叫会讲日语？你没有一万两万个字单字，你就不要讲你会。所以中间还有什么 vocabulary。齁、哦、语言有很多种，不光是说的语言，有看视觉的语言，听觉的语言 ,OK? 有肢体的语言啊，不同的小孩子他有不同的语言啊，比如说有些小孩子都是靠听，他没办法读书啊，他上课靠听在学习，
啊，有的要透过肢体的动作才能学习。啊，你有没有办法用一套标准弄给小孩子？虐待小孩子嘛？小孩子上课都嘴被叼啊！啊，一贯都是需要运动来学习的人啊，只有叼叼不准动啊，动了罚站，啊，给你罚的嘛。这个系统只有一个标准嘛，不符合这标准的人啊，为什么一被安尼改宠？靠官吏嘛，你不是他的百姓嘛？他带几本合同，你秀苗苗，我想办法调整政府政策，为了要照顾我的百姓嘛。啊，因这是要给你教练，要给你糟蹋，要插进去，伊都就对你来咧警觉，较咬，较也要听话，我会照的事情做的，我还挑出来就好了。村内我都不当你是个人，你自己外面自生自灭吧。都是安尼啊，哦，这不一样的心态做出来。再来一个就是 decoder 解码器，今天我会给你们很多种解码器。解码器，比如说你去外国拿一个 CD 回来，放在自己的家里面 ，DVD 还没看哎，为什么？区码不同嘛，对不对？啊，所以要换一下解码器，去用盖，再看还清楚，影像画面才会清晰嘛，一样嘛。今天到这个外国去看的时候，对他们来讲是乱码，哎，这是什么状况？看不，所以你要给他一个解码器。下一张 ，capacity。下一张我就啊，对，讲到 capacity， 还有一个东西哈，过去台湾人哈。你的能耐他给你，但是是什么？能耐有所谓的正面能耐跟负面能耐。负面能耐是什么？骂人的威啦，刚糟蹋的威啦，讲的有诶无诶威，迄款能耐真侪啦。为什么？因为电视媒体都啊给你练啊，你每一工电视开起来不是就骂人新三色？啊，你出来咧看无够，去餐厅自助餐厅一看，啊，个放这個，啊，行到都要到计程车上一看，啊，又是这个东西，啊，报纸翻开都是这个，你整天就是在这种。负面的能耐里面，弟弟还管呢。啊，你好的、高尚的、公益的、正直的、正派的东西，没人给你搞呢。啊，台湾人都遐可怜啊！啊，你这个能耐，负面、坏的能耐很厉害，就跟刚糟蹋，一刚为马上都供出来，啊，被人赞美会而供不出来，戆去啊！法律的语言不懂，啊，专门狗屁倒灶的代志一大堆，对吧？啊，那歪翘啊，那弄整，台湾人还有一个问题哦。只管东西有没有用，不管事情对不对。啊，美其名叫做实用主义，但是都就我，可能大家听不懂。我讲几个简单的，塑化剂有没有用？对卖的人很有用啦，因为可以换钱嘛。所以什么叫有用？可以换成现金拿到我口袋叫有用。啊，至于他怎么做到，我不管，我只管他有没有现实的。啊，啊，这种人就是不顾道德嘛，他只管有没有用嘛。所以上面逮几栋做一出来嘛。他不管对不对嘛，台湾这个要改哦。如果安内哦，永远沉沦哦。先不讲这个，来再下一个，再下一个。我今天不讲那么多，再下一个，再讲下一个。OK， 好，看这个谁看得懂？好啦，你们现在欧洲去啦，我给你看一个雕塑，导游走到这边找这个雕塑呢，哇，要欣赏呗。来，大家来欣赏看看，会看。来，刚才不是上过艺术史来？怎么欣赏这个作品？它是一个雕塑，米开朗基罗雕塑的作品，它叫 Pietas。那怎么欣赏这个作品？啊，那很像了，光个简单嘞。怎么欣赏它作品？你要怎么去 appreciate 去欣赏这个作品？把你带到这个前面呐、啊，啊，导游也带一个一团十几万呢、啊，还没到。话来讲哈，台湾人的能耐就叫制造业的能耐了。你的语言都是在制造业的系统里面的语言。刚刚你看到艺术的时候，你傻眼了。你不要很凶，你不在这里先问他，你就从脑子里面制造业的语言来。好啊，那没关系，我就按照你制造业的水准来跟你讲。这是一个大理石，贵的要被大大理石刻出来一颗哦。我请问你哦，过早吼，嘿粘着技术不要败了，不小心手指都给敲断了，你要变哪？重刻呢？我都粘到断去的呢。所以艺术的就讲，这个人在雕这个的时候，从头到尾别再 make mistake， 别再做唔对嘞。你若去刻一个灯去啊，要修啊，搁灯来，对不？再第二个，同样一颗大理石里面，要雕出有什么布料的感觉、皮肤的感觉、男生、女生、活人、死人，都不同质感的钢筋的代理机哦。我们现在只用制造业的语言，我在跟你讲话。刚才看你就不得了嘛，对吧？有厉害吧？哦，抱歉，那个可能要关一下。我现在上课，那是什么东西？它会打扰我上课，哦，不好意思。
这是制造业的语言。好啦，那台湾现在慢慢讲说我们进入什么服务业，是不是？啊，服务业用什么？啊，随便讲，服务业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比如说宣传啊 ，promotion， 你要做服务嘛，我要知道人家需要什么，我需要什么。那、啊、其中有一个很经典的就是电影产业嘛，对不对？电影产业里面讲什么？你要 promote 一个电影，你要做什么？海报嘛，对不对？海报是不是给你？现在如果是平面2D 的海报，就要选一个最精彩的画面给你看嘛。啊，你看到说哦，这个电影好，我想看，对不对？啊，你如果扯一个破破的照片，没人要看啊，这什么电影啊，蛮无聊的，对不对？所以你要找一个什么定格画面嘛，从这电影里面找一个定格画面，然后宣传嘛，对吧？同样，这雕塑品它又不是雕塑动画，它不能雕1000个让你连续看啊，对不对？它就雕一个啊，所以它做什么动作？定格。他要讲一个故事，他要选一个最精彩的画面，高潮点定下来画给你看，对不对？没错吧？那演戏的里面很注重什么？表情嘛。这个戏好不好看？这个演员要会演嘛？演员会演就是知道故事来龙去脉还是什么？在那个故事了解之后，他知道在这个点上面表现出个正常的表情出来嘛？啊，你过于不及黑都不对的，那不会得奖嘛？也不是名片嘛，但也不用去看它嘛，哦，所以表对情在一个好的戏的里面很重要，对不对？好的导演、好的张力、好的 promotion， 这都就很简单，这都符合这几个条件呢。一个好的雕塑的时候，你要怎么欣赏？首先你要知道故事嘛，这是什么故事？你也不知道主角是谁，这个人躺在那边是谁？阿里奇曼拉形象，摩在雕形象啦。你如果不懂得基督教。这个基督教这个本身齁，你没法欣赏欧洲艺术啦。你自己就来傻眼了，这是什么东西？所以我这样做个调查，这里面不知道基督教请举手。对基督教是什么没什么概念呢？哦好，请问啊，知道的请举手。啊，没有举手是我跟你讲，给我7分钟。我7分钟把基督教讲完啊，我们才能够解码。好吧，我要给你们解码器嘛。我刚才已经慢慢一步一步帮你们解码到这边，你才会欣赏艺术嘛。啊，你至少要知道故事嘛。那知道故事之后，你要知道基督教是什么嘛。我先跟你讲这角色，这是玛利亚，这是耶稣。耶稣在钉十字架以后被放下来，放在 left， 就是他的膝盖上面。啊，这耶稣又是玛利亚，又是耶稣的母亲嘛，对不对？所以他的表情什么？下一张，来什么表情？啊，我要干单。这个事情很不简单，待会听我讲。先讲基督教，基督教哈，第一个，它不是一个，它不劝人行善。基督教不劝人行善，你不要弄错，你以为基督教劝人行善，错。啊，奇怪，徐老师，你是因为讲错啊？我说不是，偏偏不是。你想要劝人行，你真的想像靠行善要进天国，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基督教就讲得清楚啊，不是跟行善无关哦。啊，基督教也不是精神寄托、哦，老师，基督教就是精神寄托啊。基督教还不是叫你加入一个宗教？老师，我看很多基督教不是受洗礼加入啊，偏偏不是。啊，我干单讲基督教是什么？你会问啊，老师，你负面点题，好吧，你就直接讲吧。基督教最重要的核心叫做救人不死，救人没死啦，你人会死，要救你没死。这基督教的核心叫救人不死。那问题是说，老师，你又在开玩笑了。我也参加过基督教基督徒的追思礼拜啊，我看基督教坟场啊，那救人没死，那么弄死。那我在讲这句话要有一个前提哦，你先听我定义，对死的定义是什么，才能讲说救人不死嘛，对不对？对死的定义，死的定义在基督教里面的原文的意思叫做 separation， 分开。你的灵魂离开你的身体是不是死了？哦，基督教还另外定义哦，就是你跟上帝分开哦，你跟创造生命的主宰分开的时候，你也是死。所以 separation， 那什么叫复活？就是你的灵魂回到身体，啊，你跟上帝的关系恢复来往，啊，就是复活，就不分开就是活了啦，就这么简单。啊，救人不死就即使你现在死了，身体火化烧掉了以后，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再给你一个身体，你再回去就 OK 啦。现在讲到这个吼，我们对基督教的神的观念吼，可能跟我们过去台湾在告游龙伯赶快，咱亚洲的观念是讲人。做就后诶，变圣人啊，圣人以后变神啊，给我们拜，完全不对。在基督教不是说台湾这个不对，是说在基督教观念里面是不可能
因为人不会变神，神是什么？在西方的观念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是宇宙的创造者才配得上叫做神。那是不一样观念哦，它的概念是不一样哦，它在时间以上哦，它不是在时间以下哦，这是宇宙的创造者哦，代志是叫伊做的哦。无人会当甲乌西，我讲哇，你甲你拜，甲你烧些物件，啊，你就要甲对我好，无迄间代志。上帝讲说，上天天上是我的天花板呐、啊，啊，地是我的脚凳，你要拿什么来拜我？这物件拢我创造呀，你别提什么个乌西，你有什么东西是我缺的？没有啊。所以基督教的这个神的观念是阿内之后，我们才继续讲下去。刚才讲到哈、哦，分开就是死嘛，对不对？啊，不分开就是活，就复活。现在问题说，上帝创造人就是要让你死的吗？啊，偏偏又不是。上帝创造人不是要死的，那人为什么会死？就几个问题哦，两个问题要先解决。第一个，人是因为罪死的。罪啊，罪，罪就回到原文的定义，叫做射箭没有射中靶心，射箭没有射中靶心叫罪。在基督教对罪的观念定义跟咱的想法不一样，我也没犯罪，我也没超速，我也没抬人，我也没办会，我说我有罪。那你要看罪的定义是什么嘛？刚才讲射箭没有射中靶心，还有一个，我们都以为罪哈是不该做的事情你去做叫罪，在基督教是不该做你做是罪，该做你没有做也是罪，啊，这两个加起来就完了，对吧？两边都给你卡死了。那基督教还有一个观念，这是耶稣讲的，不是我讲的哈，他说。你心里面恨人就是杀人了，你见了妇女心里动了一念，你已经犯了奸淫了。那些按照这标准，所有的人都犯罪了、啊，所有的人都有罪啊。所以上帝对人犯罪，他做一个动作，为什么？上帝有个公本性叫做圣洁 （holy）， 圣洁对于污秽肮脏就要分开，跟你分开 （separation） 嘛。爱德利有戏啊，因为他是生命源头，你跟他分开就死了。他只是让你跟他分开，那他为什么要让你跟他分开？他还有一个本性叫公义 （justice）， 公义啊。公义就是赏善罚恶，丢的丢，不丢不丢，无啥物跟你中间，无就讲灰色地带。这个神是这样的神，所以我举个例子，啊，犯人来，哦，这个人偷地判你一当，哦，迄个人抢五当，啊，迄个人杀人死刑，啊，下一个佫上来一阵，我爱点鱼啊？为什么？送来的是他、啊、儿子，啊，这法官那就尴尬了，对吧？他可不可以不判他就把他？放过没事啊，因为这样子公法官就不公义嘛，对不对？啊，如果教判的话，他又判不下去，为什么？这都因囝呢，唔甘呢，爱他嘛，所以他就两难之间。我讲这个哦，是用寓意哦，他上帝不会在两难之间的啦哈，他只是用人所懂的语言告诉你，就是一个法跟不法之间卡在中间，那他怎么解决？有人保释才可以嘛，对不对？那保释可不可以犯人之间互相保来保去？跑出来不行嘛，一定要没有罪才可以保释嘛。那最后全世界人都犯罪了，那谁可以保？他自己来啊。所以上帝道成肉身成为人的样式啊，就叫耶稣啊。所以耶稣来世界上的目的就是要死的啊，就是要为世人付上代价，定十字架一定要死的。可是死以后还要复活，证明他是神，他不是人。如果是死掉就死了，就是一个宗教又跑掉了，对不对？他要复活胜过死亡，你才可以相信他复活，所以这就是基督教的核心。所以你要毁掉基督教其实也很容易啦，你就跟他讲没有复活这件事你就毁掉了。所以基督教他最重要不是圣诞节，基督教最重要是复活节，证明耶稣是神不是人。好啦，有了这样的故事，我也不是牧师，我也不是传教士，我目的是要给你们解码器，这样子你再回过来看这些东西你再看有啦。好啦，现在是玛利亚童女怀孕生下耶稣，上帝说你要透，我要透过你生下耶稣来。啊，现在好了，在玛利亚心中，耶稣是什么？又是他儿子，又是他的救主哦，又是他的神哦。啊，现在歇以秋桃，所以他这个表情哦，不光是悲伤哦，不是妈妈死的孩子的悲伤哦，他还有其他的复杂的情绪哦，是什么情绪？他整个信仰要崩溃了呢。他以前相信会活的神，怎么会死在我手中？啊，你讲的过去都搞骗。所以这是三天之后耶稣复活，这是之前哦，所以这是一个高潮点哦，所以他这时候是很复杂的情绪，他不光是面对儿子死掉这件事情，还面对，因为他还没有看到三天之后耶稣的复活嘛，所以他这时候这个表情就对了，在极大的压力底下，反复的在思考人生跟他这个人存在的问题。
那叫做米开朗基罗，难怪是大师啊，他表情都表对了，在最高潮也是这个点。哦，这就是艺术家。好，下一张会欣赏了哈，来下一张。后来是耶稣三天复活，这是卡拉瓦乔另外一张画，这样你就看得懂了。有一个人叫做怀到多疑的多马道廷 Thomas， 他说啊，后来耶稣不是复活显现给他门徒，阿黑门徒说啊，你到底是人还是鬼啊？耶稣说鬼也没吃物件啦，你拿饼给我吃吧，他就把它吃下去，鱼也吃下去，啊，水给我喝，啊，这道廷 Thomas 看到讲，啊，那还不够，我要摸到才算，眼见不为凭，我还要碰到才可以，所以。耶稣说：“阿伯，你手过来探我这个地方啊！这边会有一个洞的原因，是因为以前十字架的刑罚，确定挂在上面的人一定死，就要拿那个枪刺在这边，让血流出来。啊，血流出来的时候要分两个，血小板跟组织液分开，就是流血跟水分开，确定他死了才可以拿下，要不然又火了又跑掉了，对不对？所以他们刑罚是很彻底的啊！所以那耶稣就说：‘那你来摸摸看。’哦，他看了以后就相信。耶稣说：‘哦，你是摸到才相信，那些还没有看过我就相信，那要有福了。’下一张。”我跟你讲哦，在台湾的这个土地上来讲哦，对基督教完全没有概念。可在世界上，百分之多少的都是基督教跟基督教有关的宗教，你不可以不知道的啦。就算你不相信，那是另外一回事。你一定要知道这个基督教，它影响到我们的所有的层面哦，包括我们的资本主义，包括我的民主制度。你不知道基督教，你就完蛋了呢。所以我们要开放我们的心胸，去接受什么是基督教文化，什么是穆斯林回教世界。这世界的绝大多数，天主教，这全部加起来就世界绝大多数。但是这里面真实的十个人呢，所以台湾人要 increase your capacity 去了解更多的事情，才了解你现在是谁，要做什么，往哪里去。下一张，这是同样一个雕塑家，我觉得他技术跟刚才那个米开朗基罗不相上下，这嘛就厉害。哦，可是他讲了另外一个故事，就是一个男的在追求女的，就是阿波罗神啊，追求这个美女，就追求到最后分钟碰到他的时候，这个女的变成树枝，变成树木了，茶啊，这是一个，这个是一个爱情故事，但是不要，也没有不算爱情，这个女的也不爱他，他只最后追求得不到哦。但是相较于刚刚那个作品，你如果是艺评家给分数的话，那个会比较高，对不对？因为它里面讨论人的艺术，不是只有一件事，全面性的。好，今天不讲这么深，下一张。好啦，看这边这个雕塑看得懂吗？一样在罗马，这个地方有一个河，有一个水池，水池来得坑四个雕塑。啊，一般人你给他逛那个怎么看得懂这是什么？我跟你讲，这里面有四个河神，河的神啊。啊，每一个河神代表什么？尼罗河代表非洲，多瑙河代表欧洲，哦，恒河代表亚洲，还有南美洲的这个什么？德拉普拉塔代表南美洲，那不要去想，这个只有帝国才可以做的事情。接下去我给你帝国节嘛，哈，帝国才会把世界，哎，看这河神代表生命的源头嘛，带一个民族的发展的源头，给他俩个外家来坑掉。不要去想，我宰治这个世界嘛，你没有这个资格，你就不要做这种事情。你越南来做这个，再看看菲律宾来给他弄一个这种河神，不笑死人，因为你没有这个实力嘛，而且你中国总嘛，休息良嘛，你没有这个实力来做这种事嘛。帝国就可以做这种事情。OK， 下一张。好了，这是哪里？巴黎塔，我讲埃菲尔铁塔了哈。巴黎在巴黎市里面 ，Eiffel Tower 哈。那几根脚？啊，四根脚。为什么四根？跟刚刚那个河神有关的，地的四极被他抓起来。但是他宣告另外一件事情，宣告什么？以后的帝国不是像你过去哦，骑马打仗，给来征程攻城略地，不是这样啦。以后所谓的帝国的定义是三度空间，拉到天空，你载至天空的人才是帝国。哦，三度空间救起来哦，过去拢先攻城略地，占寡这堆，现在无，他宣告另外一个世纪的开始，新的帝国起来了，三度空间的。来下一张，再过60年以后，另外一个帝国起来了。他说：“哦，天空算什么？我到外太空，到宇宙去，到哪里？阿波罗13号，到哪里？这是阿姆斯壮，到月球哎，啊去了还要回来，就帝国啊，帝国才会做帝国的事啊。那谁要跟他争帝国？以前的叫做 Soviet Union 苏维埃共和国，对不对？啊，所以他对手是那个嘛，大家真的要去月球啊，不，大家去争那干嘛？啊，你小国也没有那个能耐去跑到月球了，钱啊、能力啊、财力啊。”
技术啊都做不到嘛，对吧？但是美国在七八十年都照顾下来，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现在做什么？来下一张，这是什么？这叫 curiosity， 好奇号。这到火星去了啦，月球算什么？我问你们一件事哦，地球到火星的距离是地球到月球的几倍？有人知不？地球到火星的距离是地球到月球，月球很伟大，对不对？就很远嘛。给你一个数字，好不好？1500倍。地球到月球1500倍才到火星了。他这个东西要送到那个地方去了，然后还传输相片资料回来，还遥控它啦。下一张，这是拍到的第一张照片啊，高解度的啊，火星上面的照片啊，这才叫做帝国啦。能够掌握这个技术，不能掌握地球上所发生的大小事情吗？当然可以啊，啊，不会跟你讲呢，想到就会跟你讲。为什么要让你知道？军事控制嘛。马来西亚航空不是那个吗？啊，中国那急的要给人家看照片，笑死人了，表示你的技术就到那个水准了。啊，美国人点点拢无讲话。下一张，那、啊、这里是哪里？哎、欸，有人知道吗？拜托，我们啊。什么地方？巴黎那么大，巴黎是一个城市啊！啊，这是什么建筑？不要急着给我答案，先想过。罗浮宫啦，贝聿铭盖的一个 entrance 入口处啦，哦，哎，来下一张，下一张。啊，这是什么意思？他为什么盖这个？后来你讲讲这点卖东西啊！啊，过来呢？啊，这是什么意思？现在被踢啊呢？对啊，对啊，啊，我们只知其一个表皮啊，村内都不知道，这不叫知道啦，知道要知道说他为什么这样盖啊？是谁盖的啊？哪一年盖啊？为什么这样盖？法国人为什么要找一个 Chinese American 底下踢脚？啊，他盖为什么要选这个形状？为什么？之后大家都流行这个形状。外公，这代表这是文化哎、欸，罗浮宫代表文化，它整个西方的，你如果进去看里面的收藏，你知道他从埃及的东西开始收起。就把金字塔放在那边啊，你要知道里面，你不能说里面有卖东西，你要知道说里面收藏什么，他主要的 collection 是什么，他想当整个西方文化的一个控制者啦，整个西方文化的发展到我这边啦，集大成，这就是这种帝国的野心嘛，做帝国才会做这种事。村内人不知道，你哪看有，你哪有可能看有啦。那贝聿铭就顺了他这个意思，就把这个金字塔是一个 entrance 文化上的入口处，进到里面看到接下去好几千年的文化发展，西方文化的核心在那边没有抓到，是这样的看了。下一张，这是哪里？现在跨五哦，我真的是输给你们了。来，厉害的人讲，快！一定没有看过啦，就叫水晶宫啦。在英国，在1851年的时候，有一个万国博览会，他盖了一个这个东西。那时候在1850年，下一张，下一张，你看有多伟大！这里面有10000多个摊位，全世界的万国博览会都来这边卖东西。它里面，哎、欸，10000多个摊位，啊，有多少人入来来？对，我要准备多少个厕所？我要准备多少空调？我要做的饮食，那都不是一般的人可以规划的了啦。不是你凊彩当创种人，这来被把交通动线你。从国外来的要怎么通过？怎么在这边住、吃穿喝拢还考虑到了？只有英国在那时候做出来，展示他的国力啊，帝国。下一张，好了，帝国解码，先不讲这个，来跳，我时间好像不太够的样子。来，讲到另外一个帝国，这是什么？我来看我最简单、最顺利就是说，美国有一州叫加州，加州里面所有的大学的排在这边给你看，一根贵啊八根啊，随便里面讲几个，好的品牌就厉害啊。斯坦福大学、伯克莱大学、加州理工学院、UCLA， 因为一切所有的加州系统的大学名校都在这边。刚才加州一州而已，全美国有4600多所大学，每一所的规模都这么大。没有，当然，但有大有小，但是那个数量实在是吓死人，4000多所哎、欸。下一个，这是美国的常春藤大学。我先跟你讲哦，这些大学不是政府赞助的哦，
美国的公立大学是政府赞助的，可是私人大学不是，他赚的，他钱有多少，你知道吗？我随便看一个哈，八所，长春的八所，哈佛的话，每年捐款是32.3 billion，是多少？320亿美金，320亿美金折合什么？1兆台币。总共前面20名的学校13兆台币。哎，你国民生产毛额都没人比大学多了。捐款而已哦，他只是捐款让这个学校可以运作下去，都接受起来了。这个帝国，你们台湾不是就搞剩小嘛？算钱啊，这个钱算给你看啊。长春人的学校啊，哈佛啊，哦，随便捐几个业啊，每年都是捐的啊 ，billion billion billion 啊，都10亿美金起跳的、啊，换算成新台币。太多杂音了哈、哦，来，先关起来。下一张，哦，看，啊，有惊到不？啊，你们自己也很壮的，不是阿里的。我跟你讲，这里面任何一个人都这个身材啦，任何打美式足球在前面 front line 面都是200公分以上，250公斤以上。你看你有才调该胜吗？每节拢这款呢？美国有多少大学在玩这个？每一个都这么雄壮威武，叫美式足球，你们大家没看过，也没有人讲过嘛。下一张，好、啊，这是美国的高中队，高中队哦，高中哎，就这种身材啊，就跟汉超啊，就他美国大学队，美国职业的啊，他们球场比赛，那叫做帝国了，全世界其他国家没办法玩美式足球啊，因为里面牵扯到太多啊，有 offense， 有 defense， 有 second team。几百个人才能玩一个球赛啊，随时在换人呢、啊。为什么要钢盔？因为它里面的冲撞哦，力道可以让你等卡等气个狼妈熊细腻，所以都要往这了。它冲撞的力道，几百公斤人给拢来，你看卡没嘞？啊，都再见了嘞。下一张，啊，那美国各式的，你看大巴联盟里面的这个职业的球队的，这里面玩的金额，你看。他里面玩的游戏规则哦，就是战争的游戏。怎么保？每一个人都知道他站在自己的位置，把它做到最好。所以在这里面能够玩这游戏的人，到企业界也是很好的领导者，会领导统御啊。怎么攻击啊？怎么防卫啊？怎么去 second team 啊？这里面牵扯到不同啊，四分位 quarterback、running back、receiver、lineman， 全部哦，每个位置都排站得好好的哦。每个人都各司其职，没想讲每件拢被做头啦。当然，我们爱玩游戏，游戏在帝国里面是很重要一件事情，胜玩这件事情很重要。那唔知啊，他每年的产值，我来讲，贵啊几十兆台币。他里面分一个讲，啊不，台湾你替我做无啊，啊你搞特做诶，这样我们已经赚翻了嘞。美国只是一个游戏让你玩，我还没讲棒球，没讲篮球，没有讲其他的 sports 诶。F1 赛车那些如果跑出来的东西衍生出来的东西你们都玩不玩呢、欸、怎么会锁在中国真好笑、啊、来下一张好我们今天暂停在这边好今天讲到艺术解码器经济解码之后我一个一个讲先休息各位同学们下课休息10分钟